给俺把爸呀妈喝了俩袋袋，现在了给俺公公婆婆再拿出俩袋袋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，我又出来了。就在这一刻之前，我还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躺着，起也起不得来。那咋呀？不起咋呀？不起也得起。娃娃又回来了，又该接娃娃去了。哎，中年人的世界就是在上有老下有小。哎，张张属于自家的世界多么难得少，就算是有老世界也是在家里玩的，那人也不敢出门，因为一出门就要花钱。说了半天又凑的钱数了，哎呀，我这关呸，怎么醉呀？真是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啊！咱们晚上一下改不过来了，慢慢的来啊！大家不要火急脚。哎呀，还是家的难活。哎，这个活，咋了？给你扯的，给你家爸爸扯的，但是有蛮还有的。什么？那是四千几楼的，两下子，两下子。对，全准备好了。没拿了，我老拍了，你叫我拍视频，我老拍。拍上了。你叫我拍我买菜，我老拍。哎，看我怪笑的。菜来了吧？哎呀，真这不忙也闹得来的。腌还剩吗？妈妈腌着的。全桌都在白毛毛的那些，就是要发热了嘛，这就起来的泡泡嘛，对。啊，那这都坏的。坏不了，那发热要吃，不是在药膳也了。啊啊！专门给他腌的药膳。那不该搁脚嘛？不该，还该搁脚。哎，妈妈腌海菜嘛，脚哦，拍也拍他腌海菜。嗨，今天烧，俺们吃毛血。那你这一来黑夜给他爸爸打回电话来，人家是学的学成毛学了，所以老公那些天是给成毛学。你也做的不能拉老啊，爸爸妈妈也不能吃辣的。嗯，微辣的哈，微微辣，是吧？行。拿出个盘子来洗了。哦，你又做菜拖呀？哦，叫爸爸妈妈合作去。进来了。哎，那个回菜里头把红挑子提前冻上嘛，要不就干的吃不动。哦，行了。快先冻上，那冻菜嘛，红挑子在这烤。烤好就冻干就行了。那直接冻上就行了。干的哪冻？大的不冻开。干的好吃嘛，是。哦，一会儿就告诉他干的冻上小，那他、哦、那他是水就外头吃了呢。干的冻上好吃嘛。他又不知道，又看他们老外头做。你看嘛。你操心，你搞的妈妈做的啦，妈妈和他该东该方晓得你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该东方好吃。起开起来，我收拾。你起开吧，你起开吧。你老婆你不也写的是离婚呀吗？不演，那演。哎，一直在和你挂爷的说噻呀。哦。有噻，有吧。见了点要啥药，不用花钱就行。可会借了，借啥的？啊，你是啥的？这是什么的？帅什么？松茸、蘑菇、大大肉丁，这个不该低级煮，大大煮，你煮熟要不？这是借哈，这到地上借哈的包。回事了。哦，卖个这些得花多少？借哈的好的，不是来的。地上包搁的包。那当开腌还好不好吃哈？好你倒干嘛呗？你看妈妈在这儿耍了，又会让你帮你。刷还把妈这边糟了。我这咋起不来的？天天一天刷好几回。睡觉了。哦。整天刷了嘛，太热了就把床。你是在和野王啊去是在？哦。我你腌吃你现在吃都来多时间了。那捡回来不腌了，扔了。建了好几个地方，建上这么多，可会建。我就倒那个西子的药山药，都能倒出倒，不是倒的那个
些那个尖尖巴巴的就种出来了。在后中间的，像这个中药山也是不是后期的？你得把手指头捡着去干了。不是，不是吧？割了就不种了。是啊。种的它得开了花，它就下头就长药山药。哦。不开花就不种，不开花没药山。哦。长的叶子干了都死了，这就要爆了。明年刚多，那个地方都爆了。没有的那地方，明年就该说呀。我要种哈，我要把那小粑粑、小疙瘩瘩。就卖掉个了哦，没有的那地方。这意思就是血岗的东西，好吧？哦，王爱从哪子捞着来的了？叶子捡哈的。他会捡。哈哈哈！那绑带啊。你看，就是捡哈的，不是？抽了的。不是，那绑带哈的。那为什么？绑带哈捡了一个光，捡了两块。那不要捞的王爱。那采访子种着没人要的。外地的也是这样啊，这刚好了，卖那不花八九十呗。哦，那还是切断了，小巧玲珑的的，也不是要抖啊。大了我就扛不动嘛。你扛回来的？啊、哦。你这你家管上这你拿回来的？我在那二楼上弄下来的了，还是。抽啥刀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干啥的，说人家听见。不是，人家都采访的都白了。那就不要脸了，水啊，或者住的在楼里跟前了，水啊，我有个房啊。妈就爱老婆在家里住，住边上一切的吧，有用的嘞，有爱买的。就爱吧，挺好的。有些爱生活的气息的。啊。改了吧。俺这拆二楼咋的？那头子看着多了，那个干掉的吧，那个毛的，晒的。那大早太阳要洗的机器了，笑。大早太阳洗的机器，然后整不着洗的。意思肉用哈的。我看见嘛，我大早洗了走路的。哎呀，就锅煮了一顿饭就能抓回的。那大早叫俺洗完了，你看这样子嘛，他的哪能是干的？你看。嗯，我跟他说正好一干，那会儿都挺厉害的。好不好吃？嗯。那黑豆腐。啊，黑豆腐哈。嗯。黑豆腐。好不好吃？嗯。可以了。嗯。豆腐嘛，东江味的。啊，是吧？豆腐要再冻一冻，要冻一冻，冻的时间出来就碎了。啊，然后就没哪个是少冻一冻嘛。嗯，今天那拿手先做好了吃给你。不，哦，他们一直跟那些吃了吗？我他说。好的，吃吧。嗯。你不拿大米？不要。又是不要米饭。